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掌声有请海乐团，掌声有请。非常酷的一个青春组合。你好，两位嘉宾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们你们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CM 彩乐团。你不是彩乐团吗？怎么就整个场上就我一个是彩的？对，所以今天想突出你吗？因为彩色是代表我们的一个信念嘛，因为彩色是绚丽缤纷，也代表我们现在年轻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那当然我们三个呢，很巧的也是三个不同的民族。对，那我是一个朝鲜族，我是辽宁人，叫仙儿。嗨，这一下就熟了。对啊，朝鲜族啊。你本名，你的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的小名叫小小，然后大名叫韩方丽。哦，韩方丽，好，朝鲜族。嗯，我是满族，我的名字叫做康瑞尔。康瑞尔。对。好，你是满族、朝鲜族，你呢？我是傣族。好，傣族姑娘。我来自云南。哎呦，三位来自不同的民族，而且你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也很好听，彩乐团啊。对。就是说，你们觉得？你们加入这个团体，你们各自给这个彩乐团带来的最大的这个亮点是什么？来，朝鲜族姑娘。我就是活力。你带来的是活力。对，我觉得我是黄色。她是我们的开心果。开心果。我像黄色。傣族姑娘呢？我觉得我比较像蓝色，比较文静一点。你呢？我觉得满族姑娘。我是红色，红色代表热情。在这里面我年纪最大，一定要把整体要挑起来，所以。我是红色，带领你们俩向前冲。红蓝黄，我觉得我代表的是紫色。我预祝彩乐团挑战成功。耶！好了，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由傣族、朝鲜族、满族三位姑娘组成的彩乐团，接下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，一百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喜欢你，别放弃，继续练习。我相信，爱情像洒下。